我相信你，我嘛唔知影我咧行是毋是有效果。你看上阵啊，你看我安尼够进步。 是嘞啦，我无应该问你，我才拄来无偌久，应该袂遮尔紧，就看出效果啊。对个，也有信心。伫个生产台上重要的就是自信。阮下一季的主秀搁爱靠你，连你家己拢无信心，那恁阮的服装是要安怎卖？阿曼达，你的意思是下一季新装的主秀是？无唔对，就是你。对我来讲，这是一个全新的挑战。 过去，我拢是用专台湾上top的model咧做主秀。这届，我想要用一个全新的形象，希望对我的设计是有加分的作用。多谢你，多谢你，我这机会，我一定全力以赴。爱记，生产台是无需要面试的，会当把服装的优点表现到上好的，都是上称职的 model。 阿曼达，嘉宾，是。对。对，你有男朋友？有啊，啊，不过最近有一寡问题，直直都冤家。我袂去甲伊讲，我签的马头，伫合约的期间是无交男朋友的资格。嗯？我是为恁好，交男朋友的代志，若互媒体报出来，马上就会影响恁的行情。 其实我最近已经真少跟伊联络啊，上好是赶紧找找啦。若是无法度和关心哦，就爱两只讲，卖让阿曼达了解，搁了时间来甲你栽培。我早就跟伊讲分手啊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尽全力甲公司配合。知影代志的轻重就好啊。另外随时可以谈。将我的主秀，一世人可能只有一届的机会。我知影。 有代志，我会叫恁大家来联络。展望的主秀，我总算要出头天啊！ 报一个好消息，我阿姨是要甲你创业，开一间运动健身中心。阮爸伫看袂起，讲我无得变出什么大事业，即届我一定要证明互伊看。拍拼事业应该是为了你家己，毋是为着恁爸爸。当然，那是为着我，嘛是为着咱的将来。莫讲我遮来啦，你家的人生。 你的事业应该安怎做，我该当祝福你，无就替你出意见。你的人生是掌握在你的手内。我今日来是要跟你分享，无妨你跟我做伙拍拼。不管未来发展安怎，我相信你应该真希望我能变出一片天，对吧？ 洪安，我有我家己的事业要顾，阿曼达对我要求真高，恐惊我无遐尔侪时间，搁去关心别人。这届是我出名上好的机会，我一定好好把握，无闲搁放弃。你条件这么好，一定成功。洪安。 莫再来找我，我要专心拍拼我的事业，恐惊我以后无时间。你放心，我袂来搅扰你。上次是手惊惊呢，来甲你报告我的情况。我认真拍拼，不甲你保证，免偌久，我会拼出家己的事业。Take care， 我过来找你。
洪文，就算讲两年的交往无结果，未来咱的岁月就是这段感情上骄傲的记录。不管以后咱是不是会当做伙，就让咱做伙打拼。做经理，咱可以订订下平安。好。大姐。贵经理。啊。大姐，哪来者？啊，你当时先做经理，我哪无听小华讲啊？秀华哥唔知影，啊，这么重要代志，伊奈唔知影。大姐，你先别生气，我豆豆讲伊听。啊，省专的经理是今仔才宣布的，我嘛是透早来才知影的。当然，咱亲自甲秀华讲啊，啊，不过伊今仔就无来上班啊。伊想咱无来上班，你应该了解啦。哦，啊，你今嘛刚刚伊就坐驸马爷专机呢，连着三级跳哦。你哪要跟我讲，你跟恁这个特助无甚物关系哦？跟我拍死我都无要相信。玩弄啊，大姐，我先跟你是靠实力。你嘛知影环球金融制度啦，而且阮当时对做人公私分明。你想，伊敢有可能为着私人的关系，就跟我升起来做经理？无可能啊！人拢有私心啦，啊，若无伊来叫你查囡仔做伊的特助，你莫跟我当作笑话同款，凊彩讲讲，还要骗到戆戆西。大姐真正无，你爱我安怎讲，你才会相信。无安尼，即马来找张淑君甲特助啊，讲你有一个查某朋友啊，已经要结婚啊，吼，啊正拄好，啊你才请这個特助来做咱秀华这伴娘。袂用得啦，安尼会伤害到阮特助啦。伤害？啊你个也无甚物感情啊，你讲甚物伤害？伤害上深的是啥？是阮秀华啦。你已经麻烦我来找董事长了，顺带请董事长哦做恁的证婚人呐，行啦。大姐，你较冷静。来去啊！大姐，你去啊！阮董事长甲特助已经知影我有一个讲着可以娶女朋友啊。我来就坐，我若有白讲，就让女工卡死。不过我无讲我女朋友着小华，我这是在保护伊。我若把实情讲出来，大家就会误会小华超过于阮瞒，是为着要替我铺路。啊，董事长甲特助，因一定无法度忍受这种欺骗的。啊，你应该讲吼，恁是入来公司才识识啊。我就知影你安尼讲，小华嘛是安尼想。不过大姐，恁敢有站在特助的立场替伊想？我若讲我甲小华是入来公司以后才开始交往的，安尼就是同一个时间。熟悉医生甲小华，啊，医生的家世这么好，结果我选择小华，安尼，伊董事长千金的面子是要放伫倒位？你为着小华走来这找我理论，阮董事长上疼查某囝，你想伊会安怎做？这就是我讲的伤害。大姐，坐啦。我甲小华真需要这份工作，既然决定要做伙建立家庭，现实嘛要顾得着，袂爱干那顾前顾后，干那顾虑伊的心情，予代志出破以后要安怎？万一特助警察登上去，甲阮石头路，安尼我甲小华的未来是要安怎？啊！你敢有甲小华讲，其实特助因拢知你有女朋友的代志。哎，大概讲到特助，伊就变成臭头，除了生气，啥物拢听袂入去。我也想讲哦，代志有你处理就好啊。等过一阵嘛，真相大白，伊就了解我的苦心。啊，袂用讲安尼过一阵嘛，过一阵嘛，紧讲好清楚，啊，有影他妈乌白想想了会起笑呢。哎，大姐。我也不了。
实在足大诶啦。伫公司啊，除了爱无闲公事以外，阁爱真细腻，袂用得罪阮董事长甲特助。啊，等伊到厝啊，无当轻松啦，阁爱面对小华诶无理取闹。我实在足辛苦。阿哩，都算我错怪你咯。讲实在，阿爸真难弄啊。是我想冲动啦。不要紧啦，我已经惯习好误会的感觉。哎呦，讲阿遮委屈着。我倒啦。啊，搁较委屈哦，为着小华蛮承担嘛。安尼啦。归去啊，话讲个清楚啦。啊，你才我去接伊，吼，啊，等伊讲讲个啊，啊，无伊你啊要哭，你啊咧乌白想，我惊伊吼，伊想袂开呢。好啦，我下班就去接伊。嗯。哦，安尼我先转来公司啊。你也知，阮小华对你是足痴情个，你是毋通伤害伊呢？我对伊嘛同款。好，好，我来去。好，大姐再见吼。跟我徛做伙，伊唔若袂甲我骂，佫要请我食饭，真实的啦。若毋是，会确定会问伊啊。你是有甚物借口？是有大姐。天地良心，大姐向你讲道理，当然要坦白从宽啦。一开始伊嘛误会我，啊，毋过听我解释以后，伊完全认同我的做法。你听我解释啊，当所长甲医生已经知影我有女朋友，当然袂用继续隐瞒落去。我乃忍心去伤害两个善良的查某囡仔。医生，伊知影啊？不过我无讲女朋友就是你，不是我不爱讲。你嘛知影伊的个性足好强的，伊绝对无法度接受互你泡牌的事实啦。啊，不过是咱先识识，咱嘛袂用互伊知影啊。啊，若无咱就变成大骗子安尼。啊，因早晚嘛是会知影啊。先坐落来，听我讲哦。咱一步一步来，先互医生锻炼，才慢慢来甲伊沟通。绝对袂用甚物代志拢讲出来，若无你的工作，我的未来恐惊全部着乌有去啊！不过，小华，你也体谅我，我即马升起来做经理，责任比以前搁较重，至少要等并购案完成。我替公司离工以后，咱才会用讲分数。你先做经理，我哪不知影？你两天无来上班啊？林秘书，你哦，若卖逐天搞我冤，让我分心，我保证，咱的婚礼绝对袂让你等伤久。若无免你催，大姐哦，就拼去找董事长，啊，事到我就 game over。嘛知影吼，我所做一切都是为着咱的将来，为着你。大姐跟我对你这派，至少比你讲道理，伊真有耐心，听我甲话讲完。无像你啦，啊，卡袂着就冤，无就是哭。不甲我哦，拢唔知要安怎甲你讲话。是的啦。囡仔的代志，你也袂甲大姐讲哦。伊才拄甲继父离婚，我无想要还替我烦恼，所以无想要让伊知。对啦，我嘛是安尼想啦。啊，我看哦，你着卖搁伫遮哦，甲大姐再走啊，甲我来等啊，吼。我想要陪大姐啊。
小华，你看啦，你安尼哦，早晚大姐看出来啦。小华，咱的代志就照计划去进行，啊，大姐知影好的结果就好，你讲好无？怕生要把囡仔生落来吼，你莫阁想要叫我把囡仔摕掉，我绝对袂答应。就算讲你反背咱的感情，我嘛绝对要把伊生落来。哦，莫激动，莫激动，要生就生，我完全尊重你的意见。生囡仔是真辛苦的代志，我真唔甘看你遐少年就让囡仔跋掉的。就算讲够遐辛苦，我嘛一定要把伊生落来。咱就把囡仔生下来吼。小华这么坚持，若强迫伊把囡仔摕掉，恐惊会逼伊去死。紧事花办，还是一步一步到达来。我是什么时阵识得小华？我是安怎甲伊谈恋爱？我敢毋是期待甲伊建立一个家庭？是安怎过去的美梦，即卖变作一个百袂开的负担？我是要安怎结束我甲小华的感情？聪明，伊到底是咧想啥？是安那一直要叫我把囡仔摕掉？伊是要放生我先？我是要安怎做东西，叫我把囡仔摕掉？来，送快吗？看你病囝病到这厉害啊，你的身体敢扛会起？不要紧，我的身体不要紧啊。你身体这么歹，我看了实在足烦恼的呢。我会再去找医生，看什么办法，卖让我拖到遐尼严重啊。找医生嘛是开药给你吃尔，你不是同款拖到这厉害？看这囡仔，你别再讲啊！这个囡仔我绝对袂摕掉。我实在就烦恼你的身体会扛袂起呢。聪明，我妈有甲我讲过，阮家的体质就是安尼啊。啊，阮大姐伊生啊病较安安的时阵，伊嘛吐口拢袂食。啊，不过迄袂要紧，过去就好啊。我妈甲阮大姐会用个生囡仔，我嘛做会到啊。这个囡仔，我一定要生下来。我拜托你，别叫我把囡仔摕掉，我拜托你啦！你别叫我把囡仔摕掉，聪明。好了，别提掉，别提掉。我知你真坚强，真勇敢。聪明，我爱你，我嘛爱咱的囡仔。明仔，我去家里买一挂补品来替你补身体，好无？好。明仔你去找董事长，去甲伊请一个长假，好好休困下。请长假？是啊，伊即摆身体这么差，爱好好休困。啊无，我惊伊去伤着巴肚内的囡仔，是安怎？好了，明仔载我去向董事长请假。也阁有，我即摆升起来做经理啊，伫后面讲闲话的人哦，已经搁较侪。你有新的代志，绝对莫互别人知影，那无就加一个互人重伤的机会啊。嗯。啊，包括大姐哦，咱之前讲好啊，
卖给大姐为咱的代志伫烦恼，知无？我知影啦，真两天我住伊遐，我嘛唔敢让伊知影。啊，不过伊死的代志嘛，莫拖伤久，爱用早间讲个清楚。塑身中心内部的设备，跟拢已经准备好啊。嗯，是啊，所以来就是打广告，然后电影开播啊。哎，文强，你看这个广告，明仔做较好啊。哎，我是负责投资呢，我无咧管代志哦。所以咧宣传的部分，你也是问伊婷啦，啊伊较知影。啊，我若是网络广告这个物件，我用来做伊。好啊。哎，安平，有什么看法？我认为广告部要强调的是哦。来塑身中心有医学咨询，而且够真高级的运动休闲设备。上重要是爱有完整的塑身计划，咱的小魏家对咱才有信心嘛。依婷，这点一定要交到宣传部门。嗯，我知影。洪安，我认识你这么久，你总共这两项代志，让我感觉你足用心的。哦，第一是啥？第一就是你追求多利。啊，第二嘞？第二就是你开塑身中心。那是当然的啊，阮哥哥拍拼事业，嘛是为着托你啊。唔对，唔那是为着托你，嘛是为着我家己，嘛是为着咱大家啊。哎，所以我这边对你是非常有信心哦。另外讲哦，我这个是把我所有赛车钱拢堆在你这度，所以你就要我趁钱，伊唔通让我这个投资者失望的啊。放心啦，咱塑身中心哦，一定做到股票主持。对，咱开幕的时间就定在圣诞节，安尼较闹热。嗯，哎，好啊。啊，还有啊，到时阵爱请多一点剪彩，因为伊即摆是名模，伊若是来徛台，一定会当吸引许多媒体的关注。嗯，即我赞成啦。宏远，你为着多利这样子表示呀，你可以无当面邀请伊来，爱互伊知影你对伊的用心。嗯，哥。邀请函，你爱请先生去学伊哦。嗯。哎，你圣诞节哦，应该家己心爱的人做伙啊，实在是真使人心酸的一件代志。安怎文娇，你想我小妹一下？不是啊，我是替洪安欢喜。有着有着歹势啥啦？放心啦，伊真紧就会回来，恁真紧哦就会当十指紧扣。安，我跟你讲，我送伊做他代志啊。文娇，种怪事的步数，你还敢提出来用？依婷啊，文娇，大家讲到我小妹就有大事，你莫甲错记啦。好啦好啦，对啊，哥，咱开幕的时阵，请爸爸来做特别来宾好不好？唔好。疫情圣诞节，咱都全家团圆啊。今年你无带着厝内面，就请爸爸来参加咱的开幕典礼嘛。无诶，过圣诞节厝内代志，塑身中心开幕是公司的代志，公司要分得清楚啊。嗯，洪源啊，恁爸爸伫企业界是出名的大头家咧，伊若是我倒来参加咱开幕，对咱的塑身中心是当提升咱的知名度啊，安尼嘛算是公司啊。就算伊对咱塑身中心的生意有帮助，我无爱请伊来。环球企业是环球企业，塑身中心是塑身中心。咱是一间独立的公司，不是环球企业的钱啊囝。哥，李婷，我看，要是叫恁够意思啦，吼。惠弟，伊也无带伫咧厝诶啊。回去哦，碰钉子的人是我，又不是他。回去来问你啊，都讲是我意思啦。啊，好啦。莫烦恼代志哦，破坏大家拍拼气氛啦！来，你大家坐下来，来，听着先，来，来，来，走走走！
三娘啊，你去倒位啊？我着又搁甲洪万起个朋友出去耍吼。阮是做伙参详瘦身中心的代志啊。啊，你甲洪万筹备遮尼久啊，到底啥物时阵才开幕？我已经决定要伫个圣诞节迄天开幕。遮尼紧哦？嗯，恭喜哦！多谢。到时阵哦，我搁来请你来替我致辞哦。你要请我去？嗯。啊，你袂请爸爸？啊，爸遮尼啊无闲，莫去麻烦伊啊。啥物麻烦？你甲洪万斗阵开公司，那应该无请爸爸去啊？是哥哥决定的。洪万是来甲爸结去，还是真正要甲爸划清界限？阮是家己创业，甲厝内面无关系啊。爸是卖去好啊啦，较免转移焦点，互别人掠准是环球企业要开塑身中心。这话是洪万讲的。我就知影，伊还搁咧甲爸结去。哎呦，大姐，为着你着过点点，莫互爸知影，较歹因两个一见面就冤家啊。爸，真期待洪万会用个这个事业，啊伊着无爱。即摆伫外口做生意，搁袂互爸爸知影，安尼爸爸敢袂珍惜无？总比因两个。一见面就冤家好啊！好啊啦，莫讲哥哥的代志啊，卡便你伤脑筋。对啊，大姐，你为美国回来了哦，心情足好个呢，逐天拢满面春风，嘴笑目笑的。你是不是甲迄个郭聪明有啥物进展啊？我甲聪明的感情真稳定。而且已经讲到结婚的代志，这么紧哦？哎，哪够，啥物拢紧啊？我阁会记你拄你来公司的时阵，我哥哥拢听到风声，讲伊要巴结你，希望伊对你是真心的，莫让阮家的小人去惹着。聪明对我的感情是真的，这点我也确定。安尼就好。啊你嘞？甲迄个网球教练到什么程度啊？伊哦，就甲我当作是好朋友啊。是安怎？伊对你无意思？我毋知呢，我干那知影，伊这人真有骨气，就算甲我做伙，以后嘛会家己创业，绝对袂离开环球企业做驸马爷。你的意思是讲，聪明，伊无骨气，拢是靠外地咯？姐，你莫误会啦，我毋是这意思呢。甲你讲生笑的啦，妈啦，亲阿妈，赶紧去困，哈，嗯，姐晚安，晚安。小，哎，阿哥爱啥不？我爱耍赖。好，出来啊！啊！好来，小雅，还等啊？阿你来无去呀？我是想要去你啊，阿不过。你我家从我身边，所以得加点。哦，
无安尼啦，来，你把咱我来对接啦，啊，我卡一碗一碗汤给你吃，等下这个时间哦，春华哥安排我两边来吃一碗啦，来来，李白对吧？李白，我来对接啦。哎呀，我来，开始开始，你先用啦。多谢。你敢知啊？咱家厝边头火哦，大家拢是你的条下卡的。差一点啊，我安尼哦，成立你的后援会啦。啊，目的哦，就是哦，看你会当安尼坚持落去哦，满存怀心。啊，结果啦，你安尼挡袂久啦，啊，一声就安尼甲签落去哦，哦，这大家外失望的。是的，互恁大家失望啊。不过金明兄，你嘛应该知影，我足想要挽回甲春华的感情。不过，我看春华遐尼痛苦，我实在足不忍心的。所以你就要落甲签落去。你哦，嘿，爸，阿弟，春华。是吧？阿小红娘哦，正爱看你呢。啊，我先请伊啉一碗稀饭汤，先煞甲伊开讲啊。春华，你今仔好无？下只下困，搁安平陪身躯边啊。无你的日子，过头搁袂歹。啊，春华，小红娘已经后悔了。我看你过去这边参会机会无？礼拜食香辣汤啦，这顿哦，我请啦。多谢你啦，阿伯叫我的爸。春华，春华，春华。小明，我讲一句话哦，你莫生气。你敢会想讲哦？啊，这边离离的，就要走去离妈那一边，该到底？我若是安尼想，敢有需要即摆过来看春华？来啊！杨春华姐啊吼，过到真好滋的啦。若准讲逐个查某咧离婚吼，都嘛要哭要泥要死要活，好，杨春华姐啊，袂。春华姐啊，会用咧讲吼，是咱台湾这块土地400年来哦上坚强的女士。伊唔若无靠别人听，伊阁摆渡请人客。你唔免怀疑，孙浩仔吼就是我本人。才你才看你有外靠人话。啊，啊，就安尼啦，讲办一块桌吼，啊，请春华吃饭哦，啊，看伊的心情哦，办较好。哎，就这款人哦，这款无良心的人哦，唔免甲安慰啦。这个哦，教也袂乖。哎，我甲你讲哦，你即马虽然是自由身哦，啊，唔过哦，李万那迄个狐狸精哦，你上好有哪去甲人卡着。若无人因翁若准掠讲哦，我看哦，你十条命你都无够配哦。哎，你即摆咧唱歌戏，人两个才打离婚尔，你就破人死，安尼敢袂受过残忍？嗯。金明兄，真早讲了真对，所有一切拢是我家己做定来，就算我破死刑嘛是应该。就是讲咩？麻烦等下。人家款给你哦，春华姐。啊，哪款的哦？阮两个是内行的啦。啊，你即马提到这国父的身份证是要创啥？是咩？啊，看清看板，看到你这个阑珊。话袂用安尼讲，总无讲，逐顿拢有恁请，这小事。嘿，人伊安尼讲嘛对啦，该收起来啦。你，我要来走。好。啊，你都较接回来看看。虽然讲哦，因阿已经断了，也毋过咱人的心哦是肉做的啦，啊，啊无做翁仔某无要紧啊，做朋友嘛会用的。我知啦，多谢。爸，我送你回来，顺便陪你念。Thank you.
哦，还佫提一工才大工。啥？安怎？我免款的，拢你咧款。好好，安尼，一百块啦。太急，急死我了。参财哦。来款啦。好啦。这个幼稚园，该怎拢更换，拢无变。我还记得哦，你是四岁时阵来读幼稚园的，是我带你来。啊，你头一天来读书的时阵，吼，靠家，我话走就是我话走啦。啊，不过我在上班啊，一定爱走啊。结果我到公司以后，一直打电话来问老师讲，你是考点。这我拢袂记，也毋过我会记得，我拢坐超车物件，伫等你来接我。迄个时阵哦，你妈妈拢伫无闲照顾你的小弟小妹，啊，你读书拢是我来接送。哈，迄当时我足快乐个，嘛足无闲个。我定定伫想讲，我着互你读上好个。要加欠一寡钱，通好你以后买厝娶某。我一项一项拢捌想过。阿哥，我就是无想到讲，最后我会这么对不起你。安平。爸爸真正就对不起你。爸，你的心情我有到体会。我还记得细汉的时阵，我真爱读书，我真听恁的话。一个乖囡仔应该做的代志，我拢做。啊！不过安怎嘛想袂到，竟然连家己的小弟拢顾袂好。这几年，我就想要回去妈的身躯边，啊！不过就是无法度回去，迄款痛苦，并甲你即摆心情同款。加塞。妈已经原谅我，你妈妈已经原谅你啊。阿哥，你永远都无可能会原谅我。无得个妈真正无得原谅你，也毋过至少，佮叫我好好友好你。伊讲虽然你无得做阿母，也毋过我袂用无理你一老爸。你一个好爸爸，我对不起你妈妈，我对不起你。我的事吗？无咧。啊，若回来一定会知影。安平啊，你着要替我安慰安安。爸爸即马无迄个面，甲伊见面。你放心，我会。你妈即马心里安怎？怕会过？真难的，也不过我相信，一定我都度过这个难关。对了，我即马在宏远健身中心做顾问，加减唔当趁一寡钱来上天，安顿了了，买当负担一寡。爸爸即马公司哦，要来补疫情的卡，啊，等过一阵嘛有较灵的，
我提钱回去倒来。啊，这阵啊，你先稍停一下，莫让你妈妈伤忝。我知影。自保了一条钱，我一定要讨回来。阿兵，钱都已经提去啊，过来破坏咱的家庭。伊敢破坏咱的家庭，这条钱一定要吐出来。阿兵啊，迄款人是龙王，你莫去惹伊啦。爸，你放心吧，我知条对唔起。我要回去陪妈，你家己好好保重。我知啦，你家己爱去洗礼啊，哈。